来，有没有基督？因为他是那位得胜的基督。那我们现在有准备考试哈，那我先教弄一下我们考试的原则啊。考试的原则非常的简单啊，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不紧张。哎，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听说已经有很多人紧张了啊，不要紧张啊。那这个需要更多的享受这个调和的灵。第二个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灵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都是啊，你上来考试啊，只是啊念一些字句啊，那个不能够叫我们得着圣灵的供应。有什么要用灵啊？就算啊你啊预备的啊，觉得啊不知道怎么讲，你要用灵宣读啊，弟兄姊妹也会得着帮助。第三个，我们需要学习顺思路。我们乃是啊在身体里考试，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昨天都有安排一些啊纲目啊这些的要点啊，弟兄姊妹就照这个要点啊顺序帮助我们啊。对啊，这一篇信息有一个复习啊，帮助弟兄姊妹有一个回头的亮光。最后一个就是要守时间。那我们呢，不管你有多少人上来啊，每位弟兄姊妹就是一分钟啊。那50秒的时候，请施行的姊妹帮我们弹个琴音。60秒到的时候，在第二次，意思就是说你的时间到了，就可以请你结束。那最后一位弟兄啊，是我们的总结，有2分钟的时间啊。所以呢啊，不管怎么样，最后在啊我计算到18分的时候啊，我会啊把所有弟兄姊妹都停止，让最后一个总结弟兄有完整2分钟的声言，在这里考试，弟兄姊妹清楚吗？哎，这个阿们不是很大声啊。这里都是在基督的得胜里，百姓的行列里，一起来享受。好，来，我们再复习一下4个很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不紧张。不紧张，为什么不紧张呢？就需要操练灵。然后第三个，我们要这个顺思路啊，叫我们这一天啊，再给我们一个回头亮光。最后一个要守时间啊，时间到了，感谢主，我们都在基督的掌权里啊，属天的管制里啊。弟兄姊妹都停止啊！啊，让我们在这里更多的享受身体的供应。好，那我们呢、啊？这个是今天由啊考试一啊这个弟兄姊妹哈、啊，这个弟兄姊妹就请上来啊！哎，来来来啊！考试由左营区、博爱区、同爱区、明诚区、后义区的弟兄姊妹啊，到前面来哈、啊！记得是前面是哪一位？啊，是是是，好来，那些赞美主。好，来，那、啊、这个后面次序，来、啊，姊妹们，请往这边站，来，这边，来，好，单数在这边，啊，双数在这边，啊，记得你的时间吗？好，谢谢。好，谢谢啊，感谢主。来，那个他们还在分单数跟双数，我们把第一篇的篇底再一起宣读一遍好了啊，第一篇。主天的掌权，神的经纶，以及超越的基督，做神行动中大宝贵全军守卫者。好，可以的哈、哦，那我们就开始啊，第一位弟兄开始哈。阿妹，感谢主，我们看见了这一篇篇题呢，就是但以理他的中心有4重的负担。我们来复习一下这4重，就是有4个需要。第一个需要是需要看见那个在诸天的掌权，那个在至高处呢才是神的中心的掌权。那人类的这一些世上的政权呢，都是由神所设定的。那第2重呢，我们必须要看见。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被带到神经纶的范围里面，要摸着神经纶的这个实际呢，我们就不仅看见神的经纶，更被带到神经纶的范围里。在3重呢，我们需要在人需要看见人性里的超越的基督。这个基督呢，在人性里呢，他来做我们的这个大祭司，照顾这些被掳的选民。然后4重的这个负担呢，就是看见了需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去守卫，所以我们要回到这起初的爱，基督才能够完全具有我们。哦，主耶稣，阿门。
在这篇讯息里面有四大重点。Okay. 一，但以理书的中心思想是诸天的掌权、okay. 就是天上之神的掌权、okay. 管理地上整个人类政权，以配合神永远的经纶、okay. 使基督得以了结旧造，新造有新生的起头，并得以打碎压毁人类政权的极大臣，建立神永远的国。第二重点，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第三重点，我们需要看见但以理书的但以理书中所启示之神的经纶。第四重点，超越了基督，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乃是在神行动中那宝贵且居首位者。感谢赞美主。对，我们来到第一重点，就是但以理书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是诸天的掌权，就是天上之神的掌权。地上管理地上整个人类的政权，以配合神永远的经纶，使基督了结旧造，使新造有新的起头，并得以打碎压毁人类的政权的极大臣，建立神永远的国。在但以理书里面22:44，当那列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神必兴起一国，永不败灭，而且也不留归给别民，却要打碎歼灭那一切国，这国必永远存到永远。这也是我们这次训练的目的。哈利路亚，赶快接上去。哪位？感谢主原来是姊妹说你不能放弃你的恩典，我还是上来了，因为重新排过。感谢主我们是讲第一大点，就是但以理的中心思想，乃是掌权的基督，天上神之掌权。那主要的目的呢，是要管理地上人类整个人类的政权，唯独他才有资格。你配合神经纶的永远的经纶。那么目的呢，是使基督得以了结旧造，使新造有了新生的起头。哈利路亚，有新生的起头。你得以使基督呢并是得以打碎压毁这个人类政权的极大臣，建立神永远的国。但以理的22:37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权柄神的国、Amen. 全能力量荣耀都赐给你了。哈利路亚。Amen. 来，赶快接上去。Amen. 我讲第二点第二点，诸天的掌权乃是基督。但以理书4:17讲到，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他的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在这里面，那我们有两个看见，还有两个认识。第一个看见呢，就是世上一切的王和国呢，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第二个看见呢，是神的宝座乃是神行政的中心。两个认识呢，第一个认识呢，在神的使尼布甲尼亚认识呢，自己是一无所事。第二个认识呢，是认识大能的神乃是一切的。Amen。 来，下一个接上去，要接紧一点。感谢主。我也分享第二大点，说到这个在经典里面说到，好像活的知道，活人知道至高者还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要一起卑微的人来掌权。那到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两个看见，两个认识。看见世上一切的王和国都在神的管制之下。目前呢，台湾我们看见台湾的情形我们都该为台湾政权来祷告，来恢复这个社会有爱、有和平、有和谐、有秩序。主要
这是我们的渴望啊！啊，愿如出我们台湾啊，全民都是信主啊！专属节啊，这里讲到眼睛投眼睛，啊，这边呢指的呢就是从啊人类从领主到基督所有的政权啊要被招的粉碎，那是在他的一个审判的一个之下。那这边呢，宝座呢也代表他的一个权柄，所以呢，这些列国呢，都要在之后呢，要作为他的一个审判。那最终呢，我们要会产生一个局势，在他的管制下，一宝座做以色列做他的选民，召会做他奥秘的子民，第三以及列国做神永远国度里的百姓。对，我们需要看见前面所说的这些点，才能知道我们在哪里，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但是你不讲，你扫王去缺少这样的看见。在但以理四章，他就说，一大巴比伦是由他自己力量全人所建立的，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对付他，神使他变成一个兽，他就有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他认识他自己乃是一无所知。神乃是一切，因为这位真正人主的掌权者乃是神，谁要将国赐予谁，就将国赐予谁。必须承认我们的光点常常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在我们里面满了骄傲。感谢神，他也在那里吸引环境来对付我们的骄傲，在环境中使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一无所知。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因此宝座上的神呢，在景象背后掌管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所以我们的环境呢，它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出于巧合，乃是叫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接下来我们需要看见但以理书所启示之神的经纶。首先讲到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但以理书中有论到基督的五个大点，第一个讲到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第二个说到基督第二次回来要了结人类地上的政权，第三个说到基督再回来之后要带着神的权柄治理全世界，第四个基督是神受苦子民的同伴，第五个讲到基督的超越，接下来说到我们是神的选民，那基督要在我们各样的环境里面，要做我们的中心与普及，要做到我们的里面，要做到我们的里面。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是在神的经纶里，神计划的安排。神渴望要使基督成为他在地上行动的中心与普及。在但以理书的二章三十五节，已经启示的就是基督要作为石头，是神行动的中心。讲到呢，基督的死乃是包罗万有的，是包括宇宙中的每一大项。那第一次的显现的死呢，就了结我们这个旧造，也就是我们这个旧人，我们这个堕落的人。主啊，他成为赐生命的灵，让我们成为新造。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基督第一次来是要清理宇宙，了结旧造，产生新造。他第二次的来是要带着他的心腹军队，也就是得胜者，要作为那个团体砸人的大石头。这块石头要成为大山，要充满权力，要建立神永远的国。然后在以理七章十三至十四节启示，如今基督这位人子是在神的宝座前得着权柄和国度，他正在预备一切好回来用神的权柄治理全世界。基督他要得国回来，他在万有中要居首位，那我们都能看见这个意象。基督要成为神经纶的中心跟普及，神行在地上要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都有份于这神圣经纶的范围里。感谢主，主不仅在调度万有，在管理着全世界，主更是基督更是我们受苦子民的同伴。我们不仅有弟兄姊妹做同伴，我们更有基督做同伴。我们是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在。
的窑中，却有四个人在火中行走。这是在说明基督与受苦的子民同在。有基督的同在，即使在受苦的环境里，我们仍是喜乐。主啊，我们仍是在凯旋的行列中夸胜。感谢主，他与我同在，他是我们的同伴。说到神选民的环境，基督借着神选民的环境成为他们的中心与补给，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基督也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借着信也安家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神的选民，需要基督坐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中心与补给。到了第四大点呢，他就是说到超越的基督做神行动中那宝贵且居首位者。但以理十章八到九节说，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色死灰，毫无力气，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就面伏地沉睡了。但以理看见这超越的基督，结果乃是他天然的力量被摧毁。他是说到他的特征，就是他是祭司，是君王，他是属天的等等。到了第二大点呢，他就说到神管理的心意乃是要让基督居首位。神需要有一般的子民，无论是在个人或教会生活或家庭生活中，都以基督来居首位。那如何以基督来居首位呢？就是要以起初的爱来爱他。如果从困苦的环境中，如果说我们只看见环境，就是让我们自己居首位。我们若是在困苦的环境中，看见那超越的基督是那宝贵者，就是以基督居首位。所以我们不管是环境的如何，就要产生得胜者。下一位 ，Amen， 来赶快下一位。基督在人里显现为祭司，由细麻衣所表征，但是他被所显明。基督在神里显现为君王，由金钱代所表征，因为要掌管万民。基督在他的宝贵和尊荣里显现。Amen。基督在他的光明里显现，让我们的光照人。由他的面貌如闪电的所预表，表征主啊，并在他的光明光照的眼光里显现，是为了搜寻并审判，是由他的眼目如火把所表征。是基督在他的工作和行动行动的闪耀的闪耀里显现，他的手和脚有那个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所表征。基督在他刚强的说话里显现，主要是为要审判人，由他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所表征。这样一位基督，作为人，乃是宝贝，有价值，神必完全。是的，第二点我们看到，神行政管理的心意，乃是要基督来居首位。我们要了解，整个世界局势都是在诸天的掌权之下，所以我们要力求活在神的经纶里，我们要顺服神的计划、神的安排。我们需要基督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中心与普及。是，要使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神需要我们一般子民居首位。在我们的个人的宇宙中，每一天都发生着许多事，目的是乃是要为使基督居首位。今天基督在这位居首位，必须是我们教会的生活、家庭和日常生活都要居首位。神在神的属天的掌权下，他正在使用环境，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与补给。感谢主，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认知。阿门。我们是蒙神拣选，也要与他一同的去献上。阿门。是信心呢？
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看见的属天范围里面，也能够带我们看见说，在这样掌权的范围里，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实行。最重要的就是在实行一面的时候，我们要像提摩太二章二十二节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从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所以我们要有同伴，同伴能陪着我们一起在这样的范围里认识基督是忠心与普及。求主怜悯我们，不仅这样的负担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更在我们一切一切的事上，让基督做居首位者。我们看见这样的居首位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脱去我们自己，把我们一切的献给神。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生活从祷告开始。弟兄姊妹考得好不好啊？好。OK 啦，这个觉得他们考得很好。那我想有两个点提醒哈，第一个就是他们前面次序有点乱掉了，不过没有关系，还是要用力啊，叫做考试，然后叫做姊妹叫做供应。第二个就是我们台下弟兄姊妹也要用力扶持。弟兄姊妹很紧张，如果是我们再不扶持，他们就更紧张了。